你有没有想过，生命中的那些不顺遂，不是自己的错，而是因为有一双手在暗地里作祟。他不只会擅自把我的闹钟关掉，让我睡过头，还会调包我的课表。把原本很凉的课表变成朝八晚五。好奇我是谁？我就只是个悲惨的马街学生。要是我有车就好了。哎，就像这样。先跑再说吧。而那双手，就连我的鸡腿也不放过。在雪山想点个双重菜都不行吗？理想的社团模样，总是在开门的同时幻灭。马过来吧。错过了861，就只能慢慢走下山，坐公车，再转捷运。吃完了想回马街，那就再来一次吧。是会有遗憾，也剩一点关于我拧不干，时间停不下来。想要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，唉，
但还得经过护友们的允许。就连我的宵夜，那双手也要偷走。期待会落空，仰望会崩坏，美好会消失，总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，只能失望放弃，然后又遇到新的难关，新的坎。我推翻了自己曾说过的话，没办法好好生活。我怨恨那双手，它让我不想往前，但或许我更恨的是我自己。然后才发现，那双处处阻挠的手，原来是我自己。睡过头是因为前一天熬夜耍废，搞乱了作息。球打不好是因为怠惰。而有时候只是因为自信满意导致过度膨胀。有心无力的时候，常会对自己感到无可奈何，不想要再为更好的世界努力。那就为了自己努力吧。人间不值得的时候，就让自己值得。生活不可爱的时候，要记得让自己可爱。然后我忽然意识到，生活会不会并不只是至今为止我过得怎么样，而是从今以后的我如何去过。不用多成功，多优秀，在平凡的日子里，日日朝生，不负热望，有岁月可以回顾，有未来可以相约，那个你都是漫长生活诗篇中自己的样子。要记得，我们会拥有很多不同的梦想，徘徊是为了抵达，迷惘是为了确定，所以别怕，总会有新的盼望，新的梦想。只管前行吧。
杀青啦耶，杀青啦，漂亮吗？我靠腰。